演员姜河娜十日上午通过 ins 公开了自己在父母开的餐厅打工的照片，并写道：“好久没见了呢，这次打算在父母节给爸妈一份好礼物。”据悉，此次适逢军队放假，姜河娜就一直在家里的刀削面店里帮忙，并写道：“明日下午一点也会再次打工，希望借此机会能够跟粉丝们打个招呼。”此前，姜河娜就经常在店里帮忙，也有不少粉丝曾在网上晒出在店里拍到的姜河娜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